今年六十石山花季，因为天候的因素，花期稍稍延后了一点。副理乡长江东城表示，大家可以抓住暑假的尾巴来副理走走看看。暑假虽然悄悄的过了，但是副理乡的六十石山金针花正满满绽放，吸睛又好拍照。真的类似慢工出细活哈，整座山整片这个山凹啊，吼，整个山丘啊，都开满了我们那个金针花。副理乡长关心六十石山的花农们，实地走访六十石山，看见黄澄澄的金针花已经慢慢的增加，把原本绿油油的山头以及山沟都染上了黄色的颜料。我在这边啊，特别邀请哈、全国各地的所有的游客啊，可以利用这个时间，在这个暑假已经结束的一个状况。游客比较少的状况，可以再回到我们这个六十石山来这边走走看看。今年六十石山花季因为天候的因素，花期稍稍延后了一点。副理乡长江东城表示，大家可以抓住暑假的尾巴来副理走走看看。记者高双双副理乡采访报道。